我画一个那个《情怀大1988》里面李惠利德善这个角色的一个仿妆。郝云，我会把它剪进去。我其实是迪克牛仔。呀，我好想把你吃掉这个。你吃吧。我感觉你这个粉底没有上的很多，就是不够白。真的吗？不够白。嗯。我看镜头里好白，所以我就没跟他接着上。他的鼻音，他的鼻音是什么样的？他的鼻子还蛮跟我觉得软软的，跟我一样肉肉圆圆的。不要修的太尖。就这样子。哇，德善本人哎 ，Oh my god！ 像头发吗？好，就是你把这个比了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哦，你要留两个须须子，就像龙须一样。龙须，那两个须须子。我记得他扎这个头发，这样子。就是，哎，你好像我有内味了。我这样弄起来，好像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有内味了。刚才出来了。一模一样。然后扎一个头发出来，就头发没有发太长。没有皮筋没有，那他扎那种低，哎，我好像拿了一个过来，不见了，在哪里？不像，这边的齐，是我的脸是那个你的脸吧？没有，好像这个，就这样子，呀呀，在这边。你这个不好画，可以用我的那个画眉毛的。怎么不好画我就麻烦？我不会用你这个，听爷的。来了，他一直在录吗？对啊。那你的相机和真心，就是没粉吗？感觉你的手法不专业。会不会太尖了呢？韩式大平眉。这个也不是韩式大平眉的。这边怎么画？这边怎么动手？怎么操作？嗯、这个要晕的，你等一下，你别急。哎，这个这里还蛮好。哎，别动，讨嫌。其实我有点担心。好了，别再说了。大家看一下，专业。哎呀！这一次剪视频是要录好的鼻音进去，你就括号脏的话就好。好，还行啊。就你看，跟他一模一样。那也是，反正他这个妆本来就挺那个。对呀、啊。怎么是黑的？什么是黑的？哦，是蓝的。蓝的，哎，就是这个蓝，一模一样。你这个蓝其实要在。有这么浅吗？我给你晕，我觉得这个都上不去。我先给你试一下。好，来。哎呦，你这也太粗糙了。确实，哎，确实上不去，要换一个，调一个。你看这个是，哎，是他用手。姐姐的腿不是腿。这个会不会有点太蓝了？我觉得太蓝了，得先用这个，然后再用那个。那个打底是吧？对。就是，还是看不出的。那就是我太白了。就是有那味儿了，但是就是不太上腹。你还有那个假身吗？我这个妆一定画的不太精致。不是我的粮食没有它的齐，我最后如果录一个那样的镜头的话，就不像你了。感觉来了。等一下还得贴上。拿什么贴呢？我们没有双眼皮。拿双面透明胶的。感觉来了，有那味儿了。哇哦，感觉就是这样的呢，但是会不会太浅？
你加深一点，你别急，来了，加深了，来了来了，嗯，好像那种妖精，你好骚啊！为什么那个颜色看起来这么荧光？又不是雾霾，你怪我们。你知道这个眼喷了多久吗？一次都没有用过。看上去就不日常了，宝贝儿。看下一步是什么？贴双眼皮贴，我没记错。哦，口红。这个口红像哪个呢？荧光。我知道。来了，重头戏来了。一样突出来一点。嗯，你看，你要。你看是不是突出来了？就是不信我，像吗？像吗？这里，你俩巨，你要把这个唇封这里封上。哎，你这样，你这样子笑，我给你拍张照。你对着我，对着我，不是你要这样。你那么奇葩。啊，我给你，给你。继续继续。他这个时候才画的眉毛。对，松弛个屁呀、啊！松弛，松弛。十八岁的小姑娘在这里说我，来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她才十九了。啊、你十九了？啊、对。我总觉得你还十八。又被冒犯了。还那么清纯。谢谢。好虚伪的对话。谢谢。跟一个比自己大了两岁的姐姐住在一起是什么感受？真好。你怎么不要那么虚伪？不是这个虚伪的话题，不是你先开始的吗？但那样肯定超明显。我感觉我们家这个透明胶的粘性不太好呢。哈哈哈哈哈！有变吗？啊，蛮好，感觉是我自己的。哎呀，那你的双眼皮太大了不？谢谢夸奖。干嘛？第一个小抽屉里面，我们家的刀这么好找，他居然找不到。好憨，有被憨的。其实今天就应该先录一个 room tour， 居然还是找不到的呢。啊，你在自己 room tour。我感觉我们家这透明胶的胶性不太好，这边翘起来，好痛。你再把它弄。他已经不那个了，你看，那没有办法，宝贝，条件艰苦啊，宝贝。这边挺好，要不这边再换一个？不是，他前面已经那个了。我帮你把前面那边剪掉。我，快点，你别动。危险操作。你看，这是多么坚定的信任啊！要不后边也剪掉一点，后面就算了。好，无所谓。你看他这个也很宽的。嗯。哎，他前面其实有。这个不说就算了吧。这个就算了算了。你这个睫毛挺翘的。嗯，挺翘的。还有画眼线吗？应该没了。结束了。他画了鼻影。他在这里好重哦。我的鼻影刷，哎呀，就用，就用这个，待会儿要洗，真重，来啦，这么重吗？你这是膏还是粉啊？粉啊。他感觉他这个偏黑的，是吗？哎，好像哎，那味儿来了。哎，我感觉他是用那个眉。眉粉，你等一下，电脑没电了。
干嘛啊？关门关门。你看这，你看这这个宝刀又是都能用，就是两把吗？嗯。没别的刀了？没有。我都急的了，这怎么剁？你要准备挺大把刀。这一上那味儿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一模一样。来来来来，这个我用这个给你上修容。有的太白了，这个光感，这是我调的色。修容，你这样给我的，他是这样打的，怎么可能？你看，太重了，这个，哎呀，不要，这太重了，他就是这样子打的。今天好像换一个，是这样的话变成个鸡，他要打到这里，他要打到脸下面，有啊，那就不就涂黑了吗？这是棕色。好了，画完了。他是不是觉得他前面的那个，你这个刘海还不够均匀，是这样的。看看，你要把头发没有卷，是这样子。这也太好笑了。长年脱发结束了，这也太丑了吧。可是真的很像，很像吗？要把头发这样子，像吗？要，你要这样凑个近一点，这样，你这样，就看得出是你，就看得出是德善，真的感觉你比他瘦一点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露出来了，差不多吧。你好像，哎，你刚刚那个感觉好像。今天这个妆就全部结束了，然后希望你们都喜欢。嗯，下次再见。哎，等一下，带着这个出去找他们。我想看他们的 VX 说。走，你快看一下。也很好笑。哎，你看，啊，一模一样！我操，就是那个德善第一句话的，好像，好像，你做那个表情，你看他的表情，痛苦，痛苦。这个一点都不阴。那你猜猜是不是？我要用你的蟹黄膏。捞你，捞，又被辱骂了。还有你亲的这个，妈妈的，这个太大了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这样比较像？好像，好像是这个刘。对啊，刚应该这样，这样子。呀，好像。没想到你。呀，好像，我的妈呀！啊，好像。嗯，我们两个是乳名系，我们别怕他，我们怕我们两个人。好，我们两个一想到你我就坑坑别梦境。你说这是我们家的禁区，你要是再放灯，我把你也赶出去。